传统伴侣好可怕，一体处理让人不寒而栗。没有办法理解台湾怎么可能把死者放七天。我自己去过印尼泰普桑里，那他现在放在哪里？然后他说，你现在坐的那个就是我阿公。哦，他带他上来耶。那他待在这边多久了？20年。20年，放了20年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